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，我是刘祝华。吃遍了大江南北山珍海味，最后会留在您心里的往往是那份最亲切、最朴实、最有人情味的好滋味。今天非凡大探索，我们就要带您走入美丽的乡间，品尝一些富有人情味的美食。首先来到宜兰东山乡这家观光农场，老板是一对兄弟档，他们把父亲留下来的养鸡场转型，改用有机放养的方式，只养肉只比较嫩的母土鸡，而且自产自销，让产地到餐桌几乎是零距离。肥嫩新鲜的土鸡水煮之后用盐水冰镇，就能尝到单纯的原味。另外用当地素心茶入菜，用茶熏的方式让肉质吸附淡淡的清香，吃起来爽口，一点都不油腻。将天然麦片装进饲料盆，在宜兰东山乡饲养土鸡已有20多年的林长辉，坚持不喂饲料，以有机放养的方式，让跑山土鸡自然觅食。我们大部分都是像麦片啊，还有就是玉米啊，还有我们有自己剩下的那些菜叶啦，然后来喂养它们。麦片的鸡啊，它比较健康的，那也比较没有一些添加物，那虽然它时间会养得比较久一点，可是它的肉质会更嫩啊，那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为了口感细致，林长辉只养肉质较嫩的母鸡，放养加上有机土鸡得养足6个月，比一般饲养时间多上2-3个月。像我们一般这样子养的时候啊，它那个那么快，我们养的时间可能要久一点，所以是一次大概都养到半年的时间，最少要多1-2个月、2-3个月以上。成本大幅提高，还是坚持有机放养，因为林长辉从小看着父亲养鸡，深深了解到重量不重质的格笼饲养只会受到盘商剥削，所以20年前决定改养土鸡，减少产量，全力将品质提升。这只很漂亮啊，这只。怎么说？哎呀，你看这么强壮，然后这么有力，哎呀，而且都在外面活动的啊。以前的那个环境啊，我们大部分都是养了以后就是给中盘处理啊。可是我们养了给中盘处理的那个获利啊，都每次都不如预期啊。我们现在可能几千只而已啊，2-3千只这样子，自己养自己卖以后啊，休闲农业的一个产业方式改变了，每一次的获利啊，哎，增加了。场才自养自销，养鸡场的附近就是餐厅，招牌白斩鸡最能吃出肉质口感。一般我们都用母鸡，因为母鸡用白斩鸡，它的肉它就好吃。刚好的时间是在这个半年这个时间上下，因为它刚开始要下蛋，这个时候肉质最好吃。跟哥哥一起经营养鸡场的林长俊，专门负责厨房工作。我比较有天分一点吧。没有，就是大家就是先分配工作了。像我的话就负责出来。比较有天分不是玩笑话，林长俊对每个细节都很仔细。土鸡放入滚水烹煮前，得先过个热水，才能确保温度一致。为了要让那里面的温度跟外面的温度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先上下两三次，三次左右。因为里面的温度可能比较低，它跟表皮的温度不一样。水煮50分钟后就能起锅，再放入盐水浸泡，送入冷冻库，冰镇15分钟后就能上桌。盐水鸡没有过多调味，表皮就像果冻般微透 Q 弹，肉质更是白嫩细致，淡淡咸味衬托出肉质鲜甜。不止在地人推荐，就连外国游客也很着迷。This style is not making in Turkey, but it's very, very good. Delicious meal. I will like it. It is very delicious. It's salt and it's smelling is very good. We can eat it and we like it so much. 这样汤鸡啊，家己吃啊，啊，真顶真好吃啊！啊，所以我就常常来吃。从开始就开始做，我就拢来吃。服务嘛，袂歹啦。啊，个汤鸡啊，真好吃啦。除了原味白斩鸡，林长俊还将自家土鸡以东山特产的素心茶浸泡，增加淡雅清香。我们东山的素心茶，它比较清香，哎，不会，它
太浓，然后也不会太淡，然后吃起来它有一点比较清香的味道在。对，如果你太浓的话，会鸡肉吃起来反而不好吃，会涩涩苦苦的。以茶汁浸泡两小时，肉汁吸附浓浓茶香，再以茶叶及白糖烟熏，过程不能开盖，要判断是否上色就得靠经验判断。基本上我们要看它的颜色，如果那个烟已经有点黄色，呈淡黄色的时候，就大概差不多了。啊，稍微再更黄一点，我们就起锅了。均匀上色的熏鸡换上一身晶亮色泽，一剁开还能看到油亮鸡汁，又或者视觉味蕾。茶香熏鸡表皮金黄诱人，淡雅的茶香毫不抢味，更添肉质的香甜滑嫩，吃来格外清爽，毫不腻口的滋味令人格外惊喜。鸡的口感很 Q， 很有嚼劲，然后呢，感觉这样鸡就是跑了很多天的鸡。然后老板的做法比较特殊，他可能是有放了那个茶叶的味道，有熏了它，所以那个茶那个鸡的鸡皮上面还有一层黄黄油油亮亮的，还很香很好吃。土鸡的好滋味让家传的养鸡事业蒸蒸日上，而兄弟团结一心的力量来自默默支持他们的母亲林廖阿云，到现在都在店里帮忙。安排啊，啊，这晚热天都拢安尼去个了。还有遐有人种菜啊！养鸡场里的这片菜园是林廖阿云的开心农场。丈夫过世后，她就种有机蔬菜打发时间，也提供店里当季食材。现在正是麻竹笋的产季。即便高龄82，林廖阿云仍然身手矫健，亲手割下的麻竹笋是最新鲜的料理食材，刚好替代大白菜做成宜兰特有的西卤肉。用剥这个竹笋要一层一层剥，然后自己的手要高一点。麻竹笋脱壳后切成细丝，稍稍穿烫就能放入瓮中，再放入爆香过的虾米、三星葱和香菇，以及鱼皮、胡萝卜等配料，和香浓的鸡汤蒸煮一个半小时，香气四溢。上桌的西卤肉滋味诱人，搭上用土鸡蛋做成的蛋酥，增添酥香口感，还有细致鲜甜笋丝和丰富配料，一口吃来超满足。它的杂材是那个麻竹笋弄的，水萝卜它是用那个大白菜，好啊，可是它这是麻竹笋，因为这边我常来，我刚刚有绕到他们的那个后山那边，他们自己种的麻竹笋很赞。这一个月来了第三次，然后这两个月来第六次。林家兄弟携手同心，让养鸡场成功转型，以在地耕耘有机新鲜，期望与东山美景永续共存。因为我们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我们爱护这一片环境啊，跟我们自己住的这个地方啊，都能够算是一种共存啊，希望说一直延续下去这样子。对啊，从小在那边长大啊，一定有感情的嘛，对不对？要就是好好的把它走入这片天地。